兄弟党逼陪酒还债，酒女债还不完还倒贴。琳娜，琳娜，哎呦，别这样，王董，我先去洗手间喽。露露，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隔壁酒店那对经济兄弟党啊，超可恶的，在网络上诱骗缺钱的女生，逼他们陪酒还债，再用奇怪的理由扣钱。就有个小姐啊，只是长得比较凶，就说人家不爱笑，硬扣5000元哎。啊，这根本是剥削啊！不止这样，更可怕的是啊，每天被扣钱，债还不完还要倒贴，结果要脱离酒店，兄弟党还去殴打他们的亲友，再被逼签18万本票。哎，小姐债务还不完，两兄弟倒是至少赚了500万，一个开 BMW 敞篷跑车，一个开 Infiniti 跑车，真的太过分了。对啊，听说受害人多达数10人呢，还好他们全被警察抓了。露露，王董找你。哦，来了来了。